求求，来，莫凡，吃点水果。哎，一冰，我带球球的家属来了。球球，你看谁来了？ 这位啊，是球球的小姨，来带球球回家。一冰啊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老孟，你也辛苦了。应该的。<笑>啊，带他走吧。啊，来，球球，球球，孟叔叔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哎呀，你这熊，我是你小姨啊，你还跟别人亲啊？走了，走了啊。孟叔叔，哎呀。 何警官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嗯，球球，好好学习，听话啊，乖。来，走，走了，走了啊。差不多了，咱们走吧。 走吧，女士，不好意思，您点的餐可以上了吗？要是再不上的话，我们的厨师就该下班了。 不好意思，那上吧。好的。久等了。 没事儿，我也刚到。嗯，不用了。那麻烦你先等一下吧。好的。挺漂亮的。 谁啊？我太太。3年前，她难产，跟孩子一块儿没了。 当时我正在出任务，连最后一眼都没见上。嗯，然后呢？我爱他，直到现在，我都过不去这个坎儿，所以。 对不起。干嘛呀？你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，我就看你平时特别忙，我请你吃顿饭而已，至于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。 这个还给你，你陪我吃顿饭好吗？
倾听着时钟滴答滴，拾起了散落的思绪，也想起你，像是一笑的默契和不约而同的关心，有一句话藏在心里未曾提起，爱注意语气的距离啊，看一下莫德会有一生日快乐，顾虑有些憧憬，一段停留眼底的风景，一份长久珍存的宁静，像触手可及的繁星。你好，你的餐到了。温暖这一颗脆弱的心，上吧。或许偏爱刚好的距离，不忍触碰美好的平静，爱不需要向谁证明，存在彼此心底。